大寒早凋，不要说再见，保护千年自然遗产。会开这一个记者会呢，主要就是在整个大潭早礁要被糟蹋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行政体系呢包括中油这些对我们的环境其实是非常的轻忽的。他们拿1999年通过的环评书，然后就想要一路的过关斩将。那大家都知道18年前19年前，那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哈。这样的一个环评资料要作为我们现这个时代的资料，然后呢完全违背事实这样的一个内容要来通过，要来再把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呢就要设在我们的国宝级地景上。我想在那个年代和这个年代对于环保观念，对于早礁的认知，那是天壤之别的哈。虽然在2014年呢，我们桃园县政府和中央呢联合，终于把关心早礁划为野生动物保护区。那既然是划为野生动物保护区，我们认为它应该要受到高规格的保护。但是我们发现到非常遗憾的，在这一次大潭早礁，也就是观塘工业区的环评和环差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看到里面的内容，里面的有关于因应对策的部分呢，完全没有根据现场的事实来叙述，然后呢也没有真正的因应对策。现在这个做起来的这么庞大的一个围堤，其实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涂堤效应。这样的涂堤效应呢，很明显清淤的部分是你看到了这往南边的三条线，它会把整个关心早礁从新屋溪的旧河口以南整个都侵蚀掉，而在侵蚀的这一部分的北边这一段，这里是会淤积的。如果这里淤积的话，就是把这里的早礁也通通埋掉，所以关心早礁是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那北段呢，所谓的北淤积是指这整片都会慢慢的淤积到整个白玉藻礁会通通都被埋掉。那我们看不出这样的一个环评的内容，环差的因应对策呢，竟然里面这一部分的叙述，这一部分的调查报告，这一部分的因应的部分呢，都是很轻微的就带过，这个是我们不解的。那我们认为根据这个新发现的事实，事实上环保署它已经可以，就是这样一个新市政，环保署已经可以基于公益，然后去废止过去历年的环评审查结论，然后让这个地方能够重新在一个没有过去那些不了解有这样的一个事实的状况下所做下的一个错误的环评，能够就说能够这案子能够有重新检讨的机会。那先前环保署在推环评法的修法的时候，当时环保署也有说以后的环评法要有一个退场机制。那现在虽然还没有修环评法本身还没有修法，但我们根据这个本案，就说这个观塘工业区工业港这个案子，它因为有新发现的事实，所以即使环评法没有修法，依照行政程序法123条，环保署本身就可以废止。而且这个行动事实上只有环保署可以做，因为我们曾经评估过是不是可以用利害关系人 的身份然后去提撤销诉讼，但是因为为老百姓就利害关系人去提撤销诉讼有5年的一个期限限制，那事实上观塘工业港跟工业区工业港这个案子已经超过5年了，我们一般老百姓我们虽然非常的关心，但是在法律上我们可能会受到时效的限制，没有办法去提撤销的诉愿跟行政诉讼。但环保署它可以在新事实发生的2年内，也就是说从今年6月21号还有确认有这个一级保育类动物开始2年内，赶快尽速的废止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行政处分。那我们希望环保署能够在时效内尽速的去进行废止，然后让我们国家的能源政策能够去重新在一个适合的地方选址，而不要卡在这里。好，我们在这边这个沉重的呼吁开发单位切勿以身试法。好，那这个环保署呢，更不应成为这个破坏保育类动物栖地的一个帮凶。如果开发单位有任何的违法的一个骚扰或
或者是虐待，或者是宰杀保育类动物的这个一个作为，我们公民团体必定会依法收证，这个告发就责。好，这是第一点。那有关第二点的部分，好，就是说有关观塘工业区工业港，它在民国1992年、1993年，其实当时就已经有报道，这个东鼎公司在开发的过程涉嫌有舞弊的一个状况。这边虽然说现在东鼎公司已经不见了，那这块地呢，后来有跟中油公司做合并，但是我们要呼吁环保署不要当作没有看见，如果说有违法的情势，更应该按照行政程序法第117条的规定来撤销这个环评的审查结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确定的，在柴山都被公红珊瑚它的好几个不同的群体，说这里面排到大部分基本上都是一个一个在那个地方发现到一个群体。那所谓的群体呢，基本上那刚才是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在我们科学上它叫做珊瑚虫。OK， 那所以它的珊瑚虫长得像杯子一样，要很多杯子在一起，所以叫多杯孔。OK， 那这每个杯子呢都是肉连在一起。OK， 所以我们称它叫一个群体。OK，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珊瑚的基本的那个生态特征。那我们其实过去这一个月来，其实做了好几次野外的踏查跟调查，日夜去做。那我们大家如果记得这张幻灯片，我在上次放的时候都打找不到。啊，其实我们都已经有确定的每一个群体的 GPS 的位置都已经定出来了。OK， 那这是我们在过去这一个多月来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努力。那这个背景的地方，大家看到就是大潭藻礁正在准备开发的那块的位置，这是他目前所说的要准备做天然气接收站的位置。OK， 那做港基本上就拉一个很长的体出去。那所以说这个地方会被填掉，那这个地方呢是目前还有一些生态状况的这个区块，将来这个东西虽然目前中油说在未来目前没有什么开发的计划，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基本上是包在港里面。 OK， 那紧邻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所谓的关心野生动物保护区，你的保护区距离的开发区刚好在隔壁，那等于保护就等于没有保护。那其实在过去这一个多月来，其实有很多的伙伴加入这个调查，我们白天冒着酷热的太阳，30几度太阳，在海边在做这样的调查，晚上呢更在停留这样的地方做夜间的观察。那所以我在想说，跟中油也跟很多的这个帮中油说话这些学者们跟他讲说，其实他们生态非常非常好，你只要去对的时间，去对的天数，这样的生物会出来跟你见面。我们常常被批评说我们就是一天到晚攻击政府，然后告诉政府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不行，可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帮政府帮总统想替代方案。 OK， 那有很多替代方案可以更公开更透明的，在环保团体跟政府之间跟当局当中，我们可以坐下来把东西好好谈清楚，资料越公开越透明，越能够帮国家找出正确的方向。如果国家有在我们这边有重大建设，如果大潭真的是唯一适合的地方，其实我们在地居民是会很支持的。可是在我们研究一些中油提供的资料的时候，我们发现中油他在做一些相关研究分析的时候是有很严重的问题。这个是台中港的部分，这边是中油的那个，他们规划三个站址，台中港、大潭港以及台北港，他们是用这个来去做评估的，这个是需要填海造陆，可是我们在那边很明显看到红色区域的部分，它都是在台中港，目前还是有很大片的空地。然后刚边有个写一个那个台中三期的，是前几天应该是中油它有规，就是它有发布说他们在那个台中天然气接收站，它要做三期扩建的计划，它要再增建一个那个码头的部分，就是在这一块的部分。那实际上它如果有了码头有了除草，它基本上就已经是一个算是一个接收站，它只是缺乏这一点点的那个就是气化的设备。因为中油在他们规划里面强调一定要填海造陆，造成新建的成本其实多增加，他们如果在台中港选择既有的土地，可以减少160亿的支出。我相信这对我们现在国家来讲，这绝对不是一笔小钱。那也希望中油作为一个国民事业，能够真正为我们人民的一些税金能够做好一些把关。